其实我今日来除了甲你报平安以外，上主要目的是要甲你回信的。哎，不，起来呀，起来！你安尼是创啥？不是啦，你是哪爱搞回信的呀？因为其实我是陈忠信派来接见你。看起来，网友的真正有可能就是陈忠信派来对我开枪的人。我真早以前就熟悉陈忠信，伊为着要监视你的一举一动，叫我来接见你，伊的目的就是要给你留一个小指令。姐，我真正感觉对你很抱歉。其实，当初我听到阮晴天在讲伊人的心事，我迄时阵心内就泡泡知影，应该不是一个普通的人。进来，虽然讲过去你捌欺骗我，啊，不过即阵啊，咱大家安尼互相扶持，而且你嘛从来拢唔捌想要害我，所以讲真实的。你爱我这么雄雄万里，我真的是忘不起来。这样，多谢你。慢慢来啦。我本来就是讲，你要将我豁出去，这世人拢未谅解我。你讲笑了啦，啊，小事店是你的呢，但是讲真正有人爱走。嘛，应该是我对。你除了替陈忠信骗我阿妈，阁替伊做出其他什么伤天害理的代志无？以后袂阁有这个可能啊！我甲陈忠信以后袂阁有任何关系。你意思是？卡查，因为我欠陈忠信文件。伊只要开嘴，我就替伊办代志。不过即马知影，伊竟然跟我的元首人做合作，这就打着我的细算。所以我决定切断跟伊的关系。切断关系？那安尼小吃店呢？就爱收起。我袂当让陈忠信有机会阁接近我跟伊哩。应该安尼讲，若要甲陈忠信做甲你离离，姐，你即马所住的这个所在就要幸福人啊！毕竟伊即马甲我的元首人是八作伙，你若继续住伫遮，你真有可能因为我去受到牵连。元首人，你讲的是一直咧找伊人麻烦的伊定人啊？阿妈，嗯，迄阵人的手段真正足粗残的，若是伊把咱妈孙仔当作是目标，咱无死嘛半条命。这就是今仔日我来上主要原因。子啊，赶紧离开，卖阁给陈忠信机会接近你。啊，若无伊这个人会甲恁带来更加自在的。除非甲伊合作。对，我搁好好想看嘛，看应该安怎安排较好。现在临时临秒，你叫我搬，我嘛唔知要带倒啊。对啊，那不是我的身躯顶，太真侪文员，我行去拖累着你个晴天。我真正参照你所讲的，我就想要。跟你互相扶持做一生活，我了解。我家里，莫别怪我，有缘阁甲当作你是你的朋友。当然啦、
虽然讲一开始你是因为陈忠生才会出手跟我斗相共的，不过这阵仔咱大家相处，你对阮妈孙仔所付出的一切，我拢看在眼内。你是真心甲真意的，我拢感受到。切，虽然讲我伫你面头前是演戏，不过我感觉出来，你这姊啊，足义气足温暖的。坦白讲，我真正足欢喜，会当认识你这姊啊。今天，害你跟着一林在受罪，歹势。王有德看起来确实无像歹人，我就先看在晴天甲你平阿姨的份上，想要找算账。阿伯，免跟我回死的啦，一定把我保护了就好的。我原想讲，会当平静过日啦，看到一林还靠晴天，靠着大哈。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，有幸福的未来。不过这么看起来，一林恐惊就要完蛋了。我讲今天，你唔通气嫌伊咧。我哪会气嫌伊？伊是为着要保护我才犯罪，是我对不起伊啊。啊，不过我相信，一林对这件代志绝对袂后悔。我嘛会专心支持伊所有的决定。接下来就看伊林的官司是要安怎判。我即马先来找律师参详看卖伊林的状况，就无要交了。阿姐，我所讲的话，你得放在心肝内。若想有办法啦，赶紧离开这，卖了好伤心。叫出来，我应该改名叫朱福平。真正判阿久啊！啊，不过是对方先去询问的，敢袂当用正当防卫的角度去拍官司？我当然吼会提出对被告有利的证据来减轻伊的嫌疑啦。但是吼，您也是要有心理准备啦，机会恐惊无大。放在百位面头前，捌咒诅过，一定要好好照顾伊林大海，让伊安稳平静过人生。结果，即马煞害伊行上这条路。爸，有你后生注意规矩，也是伤过激动，也是无正当行为。命回出销，警察先生，我家无歹意，拜托你，给我一次机会。
连迄个渔船我都无伫你的身躯边。爸，你无需要感觉自责。男子汉，敢做敢担当，毋是你无好保护我，是我已经大汉啦，我有我要保护的人啊。多谢你这么维护我，啊，不过无什么啊，不过你嘛唔免感觉亏欠，因为这一切都是我欢喜甘愿。爸，我嘛希望你卖过是今天。大概老爸当作什么人？我当然了解你想要保护今天的什么，我哪有可能怪？是啦，阿伯不怪我。看起来咱爸仔囝，阁真正足有默契的。开口，华祥，我上该疼你，是你最疼老爸呢。伊人啊，你是乔家人，你应该真清楚，你即个所犯的罪无轻。所以不是就要提醒自己，好好表现，你才有加薪的机会。你嘛无希望我今天担心上久，敢毋是？我知影，我爱尽力。阿哥，我，你伫内底，真有可能有其他的人会挑工找你的麻烦，会当认到你。卖硬动硬，爸一定是在给我提醒，要注意万朝人那边的人。我入去关，确实是伊会当下手的好机会。一定的头脑真好，相信有办法保护家己。我绝对袂当变作慢条，我会当提来威胁伊的弱点。十八年来，爸拢一直伫伊身躯边。这个你的破棍拿出来，爸会陪出国，四界去行行。啊，不过爸跟你挂保证，未来爸一定有更加强的能力，通保护你，也够保护你爱的人。爸一定是无想要让万朝宇那边的人利用伊来威胁我。好啊，你去想嘛好，我这一趟无寒无露。你嘛赶快，不准倒口，不准失志。因为咱爸仔囝阁有真好的未来，只要咱愈来愈好，就无人会当欺负咱啊。在学校出卖顶的时阵，我若想阁较好的办法化解一切，应该就当避免一零犯罪啊。伊是为了晴天，所以甘愿安尼做。不过伫我的角度，伊救的人是我。不管是用朱晴天，还是罗安杰的身份，我对伊拢有亏欠。你的人生是因为我才有变化的，我袂当让你白白牺牲。这不是牺牲，是保护。那安尼。我也想要做一个可以保护别人的人。